亲爱的小伙伴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六百国际台海蕾家族，我是玉华老师。今天啊，玉华老师要跟大家说，一直以来呢，咱们六百国际台海蕾家族和我们的加拿大多伦多儿童剧团已经是达成了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日常的练习，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眼睛、你的肢体语言等等。通过这些练习呢，能够达到他们大方得体地展示给大家他们的才艺，同时在生活当中呢更加自信一些。另外玉华老师要说啊，每一堂课程呢，我们对声音的把控练习也是非常注重的，因为我相信当你的声音好听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声音很有力量的时候，你的观众一定是在听你讲话，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自信心。同时在语言方面呢，我们集结了各个方面的语言，包括有唐诗宋词，也有现代的一些文学，和孩子们一起来分享，通过他们的诵读在舞台上和大家展示呢，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呢让他们记得，哎，我们这个文化，我们的方块字的魅力有多么的神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来自于六百国际台海蕾家族的主持人团队当中的千晨 Amira。 Amira 会给我们带来她的内容对韵，那正好呢，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Amira 在室外带给我们笠翁对韵的韵味有多么的浓厚。好，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Amira， 有请她。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世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满，雨季晚霞红，牛女二星合左右，深深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树雨，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余温，河对汉，绿对红，雨国对雷公，腊鸡对鱼棚，过天星似箭，土浑月如弓，一缕客逢梅子雨，时晴人意荷花风，茅店村前皓月坠林鸡唱韵，板桥路上青霜索道马行踪，山对海，华对松，四月对三公，冬花对静柳，散雁对江龙，青鼠殿广寒宫，石翠对菊林，庄周梦化蝶，吕望照飞熊，北咬当风停下扇，南连铺日省东空，鹤舞龙腾，玉笛弄残千紫月，凤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